台湾名嘴黄智贤因为一个选择感动了几亿大陆网友。这是一则挑战书，代表着这个台湾名门的大小姐将把自己的一生全都投入到两岸统一的大业上。可就是因为这个决定呢，她却成为了众矢之的，父母对她置之不理，朋友和她反目成仇，甚至呢，就连亲哥哥也要和她断绝关系。一段兄妹关系就是要切割吧。所有人都以为他病了，甚至呢，走在地铁上还有人冲他吐口水，可是他却犟得要死，即使家庭决裂，朋友反目，他也要继续病下去。而他的故事也感动了无数人。欢迎百度搜索黄智贤了解更多社会大事，点个三连，精彩故事马上开始。没办法，实在是他的周围啊，早已经烂透了。出身深绿家庭的他，从小就见惯了独派身份的父母兄长对于祖国的恶意诋毁，可是他却出淤泥而不染，不止一次直言不讳地表达支持两岸统一的心愿，甚至于呢，在举世皆浊的环境里，他也敢放言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带2000万台湾人回家，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因为这份坚持，黄智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恶意揣测和攻击，好友反目，父母远离，就连自己的亲哥哥也公开表态要和他划清界限。可是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黄智贤的一心向统其实是他们一手逼出来的。原来在他还小的时候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父亲常常呢会给他看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当时那个宝岛的衣食住行啊，几乎全都被美国文化输出包围的大环境下，黄智贤难得地获得了一片安静的乐园。从三字经到千字文，甚至呢，就连晦涩难懂的《红楼梦》也成为了黄智贤对于中国文化最早的启蒙。在父母看来，这样做呢是想让他成为大家闺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却歪打正着，让他对祖国越发的向往。为了打消他的这个念头，他的父母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断掉生活费，拒绝再联系。可是他呢却犟得很啊，父母断掉他的生活费，他就省吃俭用的去读书，周围人不想让他去大陆，他就干脆到湖南读博。或许正是这份坚持，让他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所有的思念和好奇全都化成了一句回家真好。中国有多大，每次到大陆的时候都不爽，长沙也是，哈尔滨也是，都是我的，都是我中国人。从湖南的南国到北方的风雪，黄智贤见到的越多，他对于回归啊就越坚定。而数不清的风景之后，大陆同胞释放出的善意，更是让这个在自己家都步履维艰的女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黄智贤萌发出了一个想法，如果说啊前20年他最大的成就呢就是回家，那么余生的几十年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带2000万台湾人一起回家。回到宝岛之后呢，黄智贤一头扎进了舆论场，成为了一名以笔为刀、以口为剑的斗士。出现在宝岛政论节目中的他，因为观点凌厉、见多识广，常常呢将那些两面三刀的政客排挤得无话可说。而在渐渐打出名声之后呢，黄智贤也开始向宝岛的年轻人尽可能的公正地展现更为全面的大陆。与此同时，黄智贤也凭借自己打出来的名声，多次为了两岸统一而奔走呼号。而这种呢，对于祖国的认可和自始至终的坚定，让黄智贤成为宝岛那些奇谈怪论节目中呢少有的良心。从疫情期间为大陆证明，到对大陆持之以恒的宣传，黄智贤固然是受到了抨击，也收到过威胁，可是这位看似柔弱的女人也依然坚持着本心。没有人知道啊，为了两岸统一，家庭破裂，朋友反目的黄智贤到底能不能看到宝岛回归的那一天。可一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每当他在一天，就要尽一份力，发一份光。或许有朝一日，无数像这样的光终会跨过那道浅浅的海湾，迎来游子回家的那一天。好了，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